我是沈介之，是家事庭的一名法官。这里没有轰轰烈烈的法庭辩论，没有戏剧性的证人证词，却日日上演着每个家庭最秘密的情感关系。现在开庭。我是经典律所的律师秦瑞。这每个律师都有自己的小技巧。你又跟踪我。当时人他是真的不喜欢，他就是个判决机器。任何场合，请你与我保持两米以上的距离。这么逗。我跟你说，就你们俩这样都不配做父母。职业法官最重要的素养就是客观冷静，而非所谓的深度共情。你说的是人话吗？把孩子给我。看来你跟秦律师还真是配合的天衣无缝的。他是法官，你是律师，这法官跟律师本来就应该避嫌。可能以后你再也遇不到像他这样能够拨动你心弦的人。注定都是要分开的，何必开始？我之前一直觉得法官这个职业需要绝对的冷静客观，不能像常人一样情绪化，辛酸苦辣甜各个维度都体验之后，体会才会更加完整。我想做一名真正的好法官，没有比这儿更适合锻炼的地方。我呢，就是能多帮一个人就多帮一个，这也算是我做律师的初衷。正是因为有了你们，用你们的聪明才智守护了咱们青城区老百姓的家，也守护着咱们社会的和谐。现在开庭。你给这个审法官再打个招呼呗。那可不行，你个头高脾气不行。